我回来了。时间你要卖符啊，赶紧准备一下。副总，伊按苦单有一个宴会，伊特别邀请总会甲你一定爱参加。去遐过见笑，我袂去。笑啥？我林进财新妇都爱有风度，你若无去，人家会讲闲话。爸，人若是问起尊心，我是要安怎回答？讲伊出国就好啊，赶紧换衫，赶紧去啊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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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明啊，我应该挂钢来，谢谢。领导嘞？领导嘞，来宾。照顾无看，俊先嘞，伊刚无甲伊做回来，伊拄仔出国。是哦，啊林董也嘛真害，那下摆拢派伊一人出国，你一人当手根本无看。我公司真无闲。玉华，你那一个人伫遐吃，俊先无甲你做回来哦。哎呦，啊伊搁出国去啊？出国。你甲俊生敢毋是结婚真久啊？你若无爱较紧生一个囡仔哈，我较无闲，也无咧计划啦。玉华，你爱趁少年，紧生囡仔啊，安尼以后较好命。是啊，较早生一个啊。对啊，我敬你。你慢慢仔开讲，我来化妆卸一下。好的。你那是他毕业家，你别怪我。你叫我别怪你，我是真做袂到。今仔日对你来迄个小姐，身材真水，佮你真素配，紧去陪伊啊，唔通共放囥遐。花，你明明知我爱人是你。我无得将你放袂记，我真正希望，踮在我身躯边陪伴我的人是你。玉华，我踮在外口等你，莫让我等伤久。你要去倒？无你的代志。副总，我早也在怀疑，啊，不过我想袂到，迄人竟然是刘文贤，千万唔通跟伊去。啊，若无好当会知影。有啊，林董叫你来就。好，我先来。副总，千万卖去。爱你，我不应该无你。玉华，咱先卖讲，咱先就车好不好？
我已经袂当选择了，既然我无法度离开你，若是爱我，反背全世界，我嘛袂后悔。文言，你千万唔通辜负我。李红杏，只要咱两个配合，咱就免继续踮咧正义集团，结果风波真难顶，可能未是过日子。 那不是本人，你哪敢胡来乱做伙？我是愈来愈习惯啦，火气甲用不孬冲的。大爷，卖生气了。啊，你是无戴目镜，叫你甲顾咧，顾甲人走无去。甲你问你，我讲唔知啊，是不是甲传到我？ 部长，等下要找你啦。啊！爸，我回来。国长要回来，话要出去就出去，要回来就回来。家己要自动的路线，我是安怎跟你交代？爱你去就是叫你甲苦等的，小狗陪一个。你连苦等的面都无见着，煞甲闹跑。你是偷甲要下我的面子，走倒去。 是你知影去倒位？爸，我无法度忍受迄个人的虚伪，甲假情假意，所以我出去行行。生理上也拢是安尼啦，你说话真来应付一个。迄个所在根本就住袂住，你太自私啦！你敢若顾你的立场，顾你的面子，你敢有想到我的感受？但是嘛是安那？ 今天点到病，你安尼咧甲我讲话啊？对，你，吴总，要赶紧确定甲老文的关系，啊，若无好，等伊知影，你就真凄惨啊！ 杜姐，你嘛受看到啊，更加凄惨，嘛未比今仔日较凄惨。这个厝，就敢若家家同款，我早晚拢会出去。哎呦，如果你真是同情我。 拜托你，你暂时甲我倒手秘密，让我出去追求我的幸福。
求你，多谢你。彩萍啊，彩萍。彩萍，我给你买一挂果子来呢。哦，阿未等来看呢。亏无伫个，本来我应该留落来陪伴你、照顾你，啊，毋过，才有真多痛苦的过去。我若伫遮，情绪无法度平静，所以我决定要离开，莫为着我甲姚辉伫烦恼。阿母，保重。彩萍。你走，姚辉，伊也走，你拢不爱伫这个厝啊，你嘛拢不爱伫我，啊，不过我需要你呐。哦，李白，哎，我有人客哦。彩萍，彩萍，你哪有闲通来？你刚愿意和我来公司上班。彩萍，我已经等你几啊天啊，你若会当来搞斗三工，我是上欢喜啊。遐济啦。对啦，正义集团的合约是不是已经解决啦？我跟伊完全无关系啊！安尼是足好诶。来，彩萍，为即马开始，咱来做伙拍拼。多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拍拼，袂让你失望诶。李白，我在这边问你。这是公司呢，你入来我家，敢要叫我总经理？是啦，你即马是当时这个面头这大红人，哪有可能搞坑干来？也毋过不要紧，我袂甲你计较的。借问你今日来，是啥物贵事啊？你个红霸集团的何玉华到底是安怎？什么意思？你是叫人调查我，还是跟踪我？我伫红霸集团外口看到何玉华伫你车顶，我是要来考证，你是咱正义集团总经理，做代志要有正常，莫有人讲闲话。宴会煞，我再倒转。这是礼貌，安怎讲有啥不对？我老百姓做代志光明正大，要你搞假事。我希望你讲是真的。等下，有什么计较事？梁晓辉，你卖自家到暗，好点阮正义集团内底想要做红马爷。张彩萍伊即摆人失踪啊，你知无？顶摆火车拢无死，无得甲即摆会去跳江自杀咯。你是讲啥？你臭屁人性！我讲啥你听无？
我搁刘三明伊人失踪啊，无你甲即摆人已经死啊，爱听有无？ 真凶的哦，为着无得不择手段，阿杰实在不要脸。阿杰，你不是在讲啥？我说唔知你在想啥。我嘛知影，你想要伫外口开公司，啊，你就去搭着何玉华，目的就是想要利用伊，偷得洪霸集团的商业机密。你唔会让阿罗对？ 你想要出头天，你想要做人上人，你想要做生意场安尼去？阿姐，是阿爸叫来警告阿先，有囝就是有囝啦，伊永远都无相信我。我来处理下面老爸一点仔关系都无。 我是要帮助你，唔是要害你。我嘛知影，陈廖辉伫咧党个面头前正，咱伫讲起遐尼侪年，做遐尼侪代志，陈廖辉伊才来偌久尔，咱伫咧党个面头前都含咪白闭着，莫讲是你啦，我看你嘛真唔甘，真唔好，等伊到底偷干咧是啥？ 就是看你大汉的，我本来一个外人，爬进你的头壳顶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啊，我拢找无彩屏呢，海姐啊！ 你也不爱我牵报纸，也不爱我去报警，安尼是要安怎找彩萍啦？袂输大海咧蒙针咧，啊！若万不离去，互绑去哦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，海姐啊，我看吼，我来去报警啦。你头壳有问题？啊？彩萍是甲老周配合姚云老夫才离开，那有可能叫我绑去啊？拢嘛姚辉啦！伊若莫有彩萍这尔凶心，今仔日就毋是这种场面啊！哦。 真后悔哦！伊讲你恰量的时阵，无甲扒落，都莫互我拄着，绝对有好看。阿姐，阿姐，蔡总小心。哦，即马西装调甲超夹夹，差真啊袂认呢。啊，你即马踮咧遐，毋是准备要做驸马爷？哪有时间来关心阮彩萍啦？彩萍会死的话，甲你无关系啦。表爷。 别免吹啊啦！彩萍这位离开哦，是故意要闪避啦。要吹无安尼简单。你早都唔听我的口供啦，连你交友老母也袂当谅解你。彩萍也甲你分开，了未啊？你身边上真的两个人拢离开你，你也做够简单。海姐啊，你讲的话哦，人唔则听有。 真是听无啦，阿姐，你嘛是感觉无做唔对，谁也想到这么一个误解，搁这么呢？我伫这边徛了，你看，你讲看无呀？这就是最落寞的代价。我今日安尼做，我绝对对得起我家良心。 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能够了解我，都赚成你的完整同款，总是这样一天。唉，也为是有顶流的血，那是兄弟的血，这嘛是恩命运，生活我能做记忆。
啊！哦，迄个演员是要创啥？我也袂晓收你车，迄演员就好。是讲哦，奇怪嘞，大家拢调车拢在演员，那演员车就会走哦，海就免做生意啊。你是咧看啥？啥啦？你专门来看笑话啊？免你斗三工啦，我的车也无歹啊，伊心情歹，踮要只吐大亏啦。是讲我车若真正歹去哦，我朋友真侪呢，伊连要来甲我斗三工啊，无差甲你一个啦。哎呀，你敢真正无甲我当作朋友啊？是你先无甲我当作朋友的哦。我阿爸相信哪有你这种无情无义的朋友啦？连个你老母的死活都把你顾啊，敢会顾着我？我敢甲你交陪哦？姚辉啊，你今日就变作安尼啊，拢是因为你甲人去佚佗的关系啦。阿姨啊，我真多谢你，叫你去看阿妈。来，借我手里，三万块的机会钱。已经无法度了解你咧想啥，无抵抗你毛溜的苦衷。不过你想看卖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姚辉啊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阁一个老母，较常等于看伊。就是今嘛，我所住的所在。以后你就把这当作是家己的厝，莫客气哈。安怎？还够用的啊？莫安尼讲啦，我今嘛已经有路无厝，有一个所在通住，我都真欢喜啊。哪会甲嫌？较济啦。我烦恼，我住伫这。你会和别人讲伊阿话的？咱很清白，别人要安怎讲，随在伊。多谢。没有烦恼了，伊就把这间厝当作是家己租的。啊，你太太哪个误会呢？我甲伊之间的代志，甲你拢无关系啦。你莫想遐济，也无需要责备你家己。好啊，免想遐济啦，为滴。你先踮遮住来，再搁讲啊。哦，对了，进前伊个总经理刘文贤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？伊头壳真好，啊，不过心机真重，居然搁刻薄。你问伊创啥？无啦，就最近个刘文贤伫生意场真活动，我想讲即摆咱开公司。早晚会烧断，我两早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的人我无想要拄着，连听嘛无想要听。彩萍，我不准你安尼想。你别因为一时失败，就来想病。你敢知影？过去我捌失败，我是安怎行起来？希望。我希望证明我自己，我不爱再做一个了不起的囡，我不爱做一个买食唔讨趁的头家囡，我爱靠我双手甲头脑，创造我自己的事业。即马，我有淡薄成就，我感觉真骄傲。
彩萍，你也把老静怡对你造成的伤害，变作你家己的力量。我相信，你一定有法度在心里头甲办好倒。安尼，你才有法度替你老爸报仇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做得到。你讲了真对，我无应该相骗，我应该爱静总。彩萍，从即马开始，你所有一切爱重新开始，咱做伙打拼，创造咱未来。亚伟，一个，爸，哎，阿英准备个差不多了嘛啊，真好真好，啊爸爸，马上表示一个心意，哎，哎呀，来，亚伟，这是当哎。专工替你算下礼物，亚伟啊，这个意思是讲，希望你马到成功啊，连番汽车公司做个真强呀，替咱正义集团赚大钱啊！但是长，多谢你。爸，你放心啦，亚辉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来，麻烦，谢谢。多谢，多谢。好，谢谢。亚辉，恭喜啊！多谢你，当然对你恩望真悬哦，你还好好表现，嗯？我知影，我会好好发表。亚伟，你这个部门要不要正式营业？直接就接受一点单，无简单哦。其实，这都是义军家教的，功劳应该是义军的。哦，义军啊，啊哥哥，那较早都唔捌听到你。对汽车有兴趣啊？哥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我伫咧国外学的是气管，遮拢是我的专长呢。我即马吼，佮准备要找一间投资顾问公司来替亚辉规划。哦，志军啊，咁就需要遮尼麻烦？爸，即卖企业吼，拢需要专业的人来评估，找出家己适合的方向，切入市场啊。而且哦，伊佫替咱做整体的规划，包括企业的形象、广告、佮宣传啊，这拢真需要专业的。哦，冇唔对啊，即卖企业哦，唔拿卖产品，嘛卖形象啊，才成功。好啦，我看见哦，你已经完全的准备啊，啊，好好加油，我支持你。当然，多谢你。好，亚辉，亚辉。多谢，好好加油。什么马到成功？我就唔像伊只马，有法度走偌久？拜托嘞，啊，恁哪有遐尼啊激动啦？啊，拄开始尔，要早嘞啊！是毋是做会起来？表唔知。你开始也着安尼，若到真正等着伊趁钱，咱两个哦，就要叫人踢出去啊！等了尾几年冬，我若趁好好的咧，伊个公司若一开业，我就需要好看。到时，我会晓变作一只鹿角马。阿姐。你有啥物计划？这我来烦恼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即摆开公司，敢有需要阿叔家己斗相共？免啦。你免烦我，我绝对听你的。阿叔，迄间公司是阮朋友开的啦。是啥物人开，迄拢无重要。我知影你是生理囝来出事的，所以投资公司绝对赚钱。我参一脚，你想怎管？嗯？当然。啊，这是安怎？文通公司的 case 谁来无伊？文通公司是咱的老客户，
现在换别人在做。恁公司跟人也无拍契约，若要换北京，我嘛无法度啊。都是无拍契约，唔才叫你去争取，啊无咱就叫你去啊。我嘛唔知啥物时阵会有这间细间公司来抢咱公司的 case。我有找过运通公司的人问过，啊，不过伊拢唔讲，可能是有啥物好处。咱的价钱已经真低啊，总不应该了钱去做啊。别人会趁钱，咱就了钱。当作我头一天伫咧生意场，敢若跋单。咱是大公司，人是小公司，敢若人事开销都加真侪倍，计较是要怎甲人比咧？你给我点名。照你安尼讲，大公司就免做生意。我从今仔开始，公司所有客税进度，拢会向我报告，拢袂交中止。副总，这个 case 哪有一个小小公司提起？敢会是有人出卖公司？你胡白讲啥？你咧讲我是？我无这个意思啦。副总，一边的代志处理好了没？哼，阿勇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就莫插。我知影我无资格管你啦，啊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是林家的新妇，你更加不满，你嘛袂用对不起俊生啊。对，恁拢对，俊生会对不起我，我都袂用对不起伊，敢问我唔是人？俊生就知影唔对啊，党下嘛真看重你，然后党下知影你甲姓老交往，党下袂放你耍啦。好啊，莫卡袂着你威胁我，哥哥。我甲俊生离婚，我不爱做林家的新妇啊！安尼会用的袂？你若讲这款话咧，你俊生要下党的面子啊？哼，对方是啥物三条六臂，甲你害到安尼，我要找算账了。阿勇，无你的代志你莫管。副总，勇哥啊，他是啥物代志啦？阿来话大细声。我咧甲副总讲代志啦。啊，嘛免遐尔大声，人是副总的呢，你嘛小共尊重一下。副总，这资料麻烦你小看一下。阿勇，无你的代志，你会用出去啊，唔通袂记我讲的话。啊！你是咧讲啥？讲遐尔欢喜啊！总经理，阮当个俄罗斯平，伊表现个最优秀诶，伫第一个 case 互 L 做满意诶。彩平，恭喜啊！你毋是讲即个 case 我若做会好，就爱互我食下一个大 case？ 我是捌答应过你，啊，毋过你袂相信我啊？我，你先去报应。是。你是不是后悔啊？我对这个 case 有真大的信心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这个 case 是正义集团的，我包括你，派你去面对正义集团。我唔知影代志会来得这么紧，拄好去接到这个 case， 可是讲你有啥物顾虑？我会当我食，哪会趁钱？是啥人 case 拢同款，为倒位跋倒，就爱为倒位爬起来。我袂用闪避。彩萍，你之前讲的话，我感觉真有道理，嘛拢记伫个心肝内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我一定会交好成绩予你看。彩萍，那这 case 就拜托你了。嗯，做伙食饭啊？啊，唔免啦。野人心碎，就爱做人的工课。我已经回去准备功课。看彩萍遐尔有自信，我是在替伊怀疑。做伙食饭啊！玉华。
你哪来？安怎？我不应该来信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想不到你会来这。想不到，我看是你不爱我看到你跟张彩萍做伙工作。我跟张彩萍，可能是工作上的关系，你误会啊。你也免解释，我嘛有想要知影，这边来是要提钱给你。我已经签你，只要你去办一下手续，以后咱大家拢自由啊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因为老明人，你就一定要跟他做伙上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伊不是好人，是安怎你不爱听我讲劝？离婚是咱两个人之间的代志，跟别人都无关系。你嘛知影，咱就摊像是泼出去的水，无法度去收回啊！你是安怎要后悔？我即马有家己的公司，哪会当泼出去过家己的生活？是安怎要离婚？唔免啊！我不想要跟你做伙生活。永华，你放手！离婚协议书，小米，你已经签字啊？对啊，我已经无法度忍受啊，我要离开林家。你若无跟我参详，就家己签字咧。你不是希望我较早离开林家，会当跟你斗阵啊？我是安尼希望，无唔对啊。也毋过唔是真嘛，你想看卖，你为方爸付出偌济心血？你现在说离开就要离开，我为你不值。再说，咱两个人虽然刚才起步而已，我还需要你的支援，你哪会当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咱的事业要靠咱自己来打拼，如果林进才知道咱抢伊的后脚，以后咱的日子就真歹过啊。你现在偷到银公司重要文件，你带我走，银敢袂怀疑？咱爱做，就爱做到，让人袂怀疑，知无？只要咱真心到底，别人嘛袂当做自然。卖讲误会啊！时间毋但是林俊才袂发花煞，连我阿爸嘛找我算账。到时阵，咱就得去走投无路。文贤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才爱你听我安排。永华，真是叫我约到准准准的，是大波时尚啊！身体还在讲好。李白，潘姐，啊，我是福建联合汽车的专员刘彩萍，车技高。姚慧，你若有问题吼，会使直接问彩萍，我先出来无用。这边，阿姐。现在在正义集团，你也看到我们做的都正当生理跟后头都没关系。看来老董事长真照顾你，办公室装潢了真气派。这边真正
家去找你做这道题未？想不到你在公关公司上班了。你最近好啊？你敢看袂出来？这间公司是俊兴开的，是伊给我机会学习。你这么好的朋友，真幸运。我有困难的时阵，拢是俊兴给我斗相共的，我真感激。讲干嘛真见笑，我无跟你斗相共，煞害你放弃照顾。那是我家己选择的，袂用怪别人。志明，最近好无？我真久无甲伊联络啊。姚辉，我今仔日甲你见面，讲生理，是我料想袂到的。过去的代志，咱莫阁讲。我今仔日是来甲你讲公事的，莫浪费时间。这客户书你写的？是我公司写的，我是代表公司来跟你讨论这个 case， 有问题不？原本一个快乐美满的家庭，因为我幼稚无知，煞得毁在我的手内。我造成遐尼大的错误，心肝内永远无得安心。俊熙，彩萍，彩萍，你的 case 讲到安怎？正义集团人。敢有甲你为难？迄个胡志玲是姚辉。彩萍，现实真实的，想要到代志变安尼，你若是顾虑，我即马随叫家瑞去处理。唔免啦。啊，不过你若继续落去，你逐天拢爱甲姚辉开会去见面，你安尼做，我惊你的心情。会受到影响啊！见面难免会歹势，既然生意爱做，我就要去客户啊。而且，我已经讲好啊，带两过去的情分，大家还够是朋友。啊，不过，恁两个互相依赖，叫恁够做朋友，安尼毋是真困难？当然真困难。啊，不过最后对方若无幸福，就应该分开。而且无感情的说法，我甲姚辉颠倒轻松。我若无像较早安尼找无伊的人，接无伊的电话得烦恼。即马换一个方式帮助姚辉，我感觉真好啊！你唔免烦恼啦。彩萍，想不到你伫这么短的时间内。会当克服你家己的情绪。我无用伊提闪避我甲姚辉的问题，啊，若无我心肝内的结永远逃袂开。我来找一寡资料，我先去无用哦。做你无用啦。蔡明讲的无唔对，既然我无得予姚华幸福，就应该分开，予伊去追求伊家己的幸福。